71号机组，就是所谓的小阿姨、小延安，都是在里面闹事啊，就是拥护共产党的、要回国的这批人，大概有200多人吧，就隔着一条马路。我们每天出来放风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看见我们了。他们呢也安排了专人在铁丝网旁边看着，就隔着一条马路，那个马路不宽，大概有这7-8米这么条马路。好兄弟，坚持着点儿，你别喊了，我他妈就挨揍，你知道吗？打得我脑袋那么大个。一喊口号的时候，我心里头百感交集。一个男，你别喊了，你们的自由我这挨揍了，我这挨打了，受刑了。可是又想着丁大喊是个鼓舞啊。